就是来学习PMP 项目管理的内容，现在看那个时间管理如何控制项目的进度。这个项目的进度呢，我们讲就是说，大家会一般都比较重视啊，就是这个项目这么有没有按进度进行完成。但是我们具体的怎么进行项目进度控制呢？首先呢，我们要进这个项目的这个实际进度数据的收集，对于这个已项目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实际花费的时间进行记录，收集实际进度数据，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项目是否按进度计划进行，以及是否存在偏差。比较实际的这个进度数据和计划进度，将实际计划进度的数据，进度计划的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项目是否按计划完成。如果发现偏差，这个需要分析原因。偏差分析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项目进度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进度偏差可以因为某个任务持续的时间估算过短，或者资源分配不足。然后我们一旦确认了这个偏差的原因呢，我们要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比如说某个任务持续时间估算过短，那我们可以增加任务的持续时间和分配更多的资源。然后这个。我们需要对这个项目进度计划进行更新的话，那就是需要采取这个变更措施，采取纠正措施，变更纠正措施，然后并确保接下来的这个东西能够按计划进行。请详细这个，下面我们看这个制定这个进度计划，时间管理的。这个进度计划是时间管理的一个重要过程，旨在就是制定项目的时间框架，确定项目完成的日期，以及确定完成项目需要的工作量和资源。下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制定这个项目进度计划的一些关键步骤。可能 WPS 如果你在实际项目中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是经历过，但是这个这些有些细节的东西，那如果说没有做项目经理做具体的管理的话，可能还是就是说，只是看到结果，只看到结果，没有那个。我们根据 WPS 提供的这个活动清单制定活动计划，通过这个活动清单呢，可以明确的项目完成所需要的所谓的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活动网络图、甘特图工具制定项目详细的活动计划，包括活动持续的时间、依赖关系、资源需求。第二步，这个确定这个关键路径，这个前面其实它有些反复啊，就是这个 AI 生成出来的这个内容有些反复，但是正是这些反复呢，可以让我们那个能够更好的掌握或者理解这个 PMP 项目管理的这些知识。有些东西呢，就是重要的东西，它可能会反复讲，反复讲，那就是这个就是像确定关键路径，其实前面我们也反复看到过了。可以了解项目进度的风险和可能的延误，以确定项目完成的日期，然后制定时间表。那根据这个项目需要的时间，然后确认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对吧？然后整体的这个项目在人力资源的占有上面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一般来讲的话，那个项目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时间人很多。在后期，因为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慢慢的加进来的，所以你要因应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安排这个人去招聘，对吧？去招聘新的人加入这个项目，那这个招聘它有个过程，可能这个招聘的过程中，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些人加入，所以这个项目的过程呢，也就是开始，你去就是排任务的时候，你就是不要排太多的任务，因为招聘人有个过程，然后到了中期，这个人招聘的差不多了，那这时候。就是项目这个，就是这个执行中的过程，执行中期阶段的话，这个时候用的人力很多，而且人数也会很多，这时候可以密集的安排一些任务。然后到后期的话，这个人又开始要减少，比如说一部分人转为去做测试，那这个人他就会慢慢减少。那如果是这是几个人的项目，那这种表现并不明显啊。可能如果是几个人的项目，这个项目它这个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个就是有一些规模的项目的话，这些方面的这个考虑还是要
有这个完整的这个考虑才行。这个识别这个时间缩短的机会，为了满足项目的时间限制，可以识别时间短缩的机会。就是我刚才讲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导致，就是这实际项目中的情况，很可能导，也就是说，你说啊，预测了这个项目有这么多活动，每个活动需要这么多时间，然后你一算，哦，要几个人多长时间，实际上这样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安排，这个人员的到位和这个退场，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冗余吧。或者就是有一些多余的这个，需要报备一些额外的这个工数来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确定里程碑，然后项目的话，我们要设计关键的节点，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设计完成，然后这个详细设计完成，或者是到这个制造完成，到最后这个每一步要设一些里程碑，然后。具体到开发的过程，也需要设一些里程碑，哪些完成了以后，我们就是做一个基础的发布，哪些剩余的完成，我们再做另外的这个发布，都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里程碑的，这样呢可以做一些这个检查，然后有些成本的这个管理的话，比如说需要付款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里程碑进行这个付款的这个调整吧，然后详细解释。这个成本管理，我们有了这个时间进度，这个调整好以后，就可以就要去安排人。安排人的话，人力成本我们讲，人力成本就是很大的，就是项目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成本。还有这个，当然还有一些物。你有了人以后，像一些规划采购啊，这个东西考虑要有这些人去执行，有这些人去执行，对吧？所以这个，先进行项目进度规划，然后。做这个活动，然后再做这个成本的规划。我们要就是作为项目经理的话，他也要进行这个制定成本管理计划，以便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管理和控制成本。然后规划成本呢，主要是有以下几步：第一步呢，要制定成本管理计划。这个制定成本管理计划的这个核心是成本管理的这个核心。在此过程中呢，项目经理应该考虑到项目的成本的目标。资源需求、预算限制和质量保证，以制定一个全面的成本管理计划。制定项目预算，在制定项目的管理计划、成本管理计划以后呢，需要制定一个项目预算，以确定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可用资金。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对项目的各项活动进行估算，并将它们汇总成一个完整的项目预算。所以说，这个预算也是非常重要。确定项目的资金来源，确定项目的资金来源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有助于项目经理确定项目资金的来源和如何管理这些资金。制定基准成本基准，成本基准呢是指已经批准的用于衡量项目实际成本的基准，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前面的活动制定，还有这个定的成本的这个管理里面，它都有一些基准啊标准，那就是标准，然后就主要参照一些历史数据去做的。在制定成本基准之前呢，项目经理需要考虑到项目的风险、变更和控制策略，并且与项目的干系人达成共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交流也是很重要。制定这个质量管理计划，制定质量管理计划呢是规划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步骤。质量管理计划呢，但是在另外的项目管这个另外的这个规划管理里面会详细的讲。但这里。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成本管理的话，你先得考虑这个项目的质量。有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成本管理的这个基础，它除了这个项目直接完成以外，还有跟这个质量是有关系的。然后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也是一样，风险管理计划也是在别的地方需要去制定，别的管理范围里面去制定。但是，你考虑到这，你在估算成本的时候也要考虑。就是一些风险的估值，就是可能会增加这个成本的。然后制定沟通管理计划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很多这个沟通管理计划制定完成以后，才能进行这个成本的这个估算。然后我们看看如何估算这个项目的成本。确定成本需要的工作包，然后这个再根据这个 WBS 去估算成本工作包，然后确定成本的估算方法，然后。
估算方法的话，这个估算啊，不管是前面的这个工作量的估算，还是现在成本的估算，都会用到这个类比的估算、参数估算、三点估算这些基本的估值的这个方法，甚至还有专家估值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方法。设计成本估算所需要的数据，比如历史数据、参考文件、专家意见，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的这个估算成本。然后估算成本呢，就是根据每个工作包，并将估算成本合并到项目预算中，制定这个成本管理计划。一旦我们这个完成这个估算结果以后，需要制定项目的成本管理计划。然后就是估算完了以后，这个确定需要跟这个项目方进行确认这个审查和确认成本估算，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干系人进行对成本这个估算进行审查和确认，然后如何进行制制如何制定预算？制定预算的话，我们在制定预算中，项目经理需要根据项目活动的时间和成本估算，完成这个时间和成本估算以后呢，我们要制定预算。制定预算的话，第一个识别活动项目，项目经理需要识别所有的活动项目，并为每个活动估算成本。这里其实有个概念叫增值啊。如果是大家在有些地方干过这种标准的项目管理，按标准的项目管理去进行项目管理的话，他要考虑到每个人每天的增值，就是你每天去干了多少活，然后这个活在这个整个这个估算里面它值多少钱啊？就是要把这个活动给估算出来，有些成为这个，有的甚至会成为这个人员的这个工资基准标准，确定成本的类型。项目经理需要确定每个活动的成本类型，成本类型可以是直接的成本或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与项目直接活动直接相关的成本，比如说人工费、材料费。间接成本呢是这个与这个项目相关的间接成本，例如管理费啊、监控费啊等等。一旦确定了成本的类型呢，项目经理需要根据每个活动，的成本类型进行估算。这个里面可能包含人工费用、材料费用和设备费用，整合成本，然后将所有的这个成本估算相加，得出整个项目的成本。确定预算呢，项目经理需要确定项目的预算，并将其分配到每个活动上，这样有助于项目控制成本和管理项目的风险。如果把这些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你这个项目管理的话，就是它的总成本应该是多少，就需要跟这个项目的干系人还有这个就是项目的这个发起人进行确认、审核和批准。在确认项目预算以后呢，项目经理需要将其提交给相关的方面进行审核和批准。预算一旦获得批准，就可以作为控制项目成本的依据。其实这里面啊，在制作这个项目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成本。所以一个项目一旦开启，从这个项目规划开始就是有成本的。所以作为一般的这个项目，很多人呢，他的项目做不起来，知道吧？就是他想做一个项目发起人，想做一个项目，手里也有一些资金，对吧？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很好的考虑到这个项目规划需要成本，那就没有人来做这个规划，也没有就后续的这种成本，所以这个项目就还到没有开始施工就已经结束了，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详细解释 PMP 项目成本管理的如何控制成本。PMP 项目成本管理呢，包括规划、估算、预算和管理控制成本，其中这个控制成本是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涉及到项目对成本的监控和控制，以确保项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完成。控制成本的过程包含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是要收集这个成本数据，在这个步骤中呢，需要收集和记录项目实际成本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从项目团队、财务系统和供应商等多渠道获得，然后对比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在这个步骤中呢，需要将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进行对比，以确定项目是否超出了预算。这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实际的做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麻烦。有一些像这个项目的这个，比如说供应商，他可能不愿意告诉你这个成本，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客户会给项目这个成本控制增加难度。确定成本的差异，如果实际成本超出了预算，就需要确定成本差异，并且对造成成本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确定纠正措施。那在正确的确认了成本的差异和原因以后，需要制定纠正措施以减少和消除成本的差异，然后更新成本的基准。在确认了纠正措施以后，需要更新成本的基准，以反映出最新的成本状况。所以说，项目管理就是说，你需要做到细致，做到这些，就是它这个实际工作中内容非常多的，非常多。就是说这个，你可能能够按照这个管理的这个，如果稍微大一点的项目，可能每一个这个管理领域都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就是指向负责人，就是 sub 或者叫 sub leader 这样的，由他们去完成。就是实际需要做的东西呢，要做这么细的话，实际要做的东西很多。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就需要跟项目经理要形成一个比较，就是信赖关系，这样才可做的做的做，否则的话，什么都是项目经理去做。有时候啊，成为项目经理了，就是就觉得自己是很大的官了啊，就是说有很多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呢，你怎么去用好这些权利，才能让这个项目就是做的这个就是比较好，所以说这个是就是需要去权衡的，各方面需要去权衡的。如果是拿着权利，项目也不一定能做得好。这些细节的东西，有很多细节的事要做，项目经理。稍微大一点的项目啊，项目经理他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请详细解释呢这个项目成本管理中有哪些估算成本的方法？这估算成本方法，我们其实跟前面估算这个工数的方法一样，都是从有专家判断、历史数据、参数估值，就比如说单一点估计、两点估计、三点估计这种啊，没有两点估计、单点估计和三点估计，然后还有自上而下的估算法，还有是。这样的一些各种估算方法吧，这个大家这个有兴趣可以需要具体去查。其实他们每一项呢，具有具体的做法，有具体的做法，而不是简单的这个文字描述。我们这里的是先文字描述，让大家有这个概念以后，有这个概念以后，有些东西呢也大致可以想象到他们是怎么做的。下面我们详细解释这个。项目管理规划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在项目管理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项目管理不是把它做出来就行了，而是要，符合标准，符合这个质量标，特别是质量要符合标准。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质量管理的时候，要遵循下面的一些步骤。第一个是要确定项目的质量标准和要求。确定项目的目标、要求和标准，这样包括可接受的质量水平。这个质量吧，就是说你给它制定一个标准，既要达标，又不要超额的这个完成这个质量。因为这个质量的话，就是你超过一点点，你可能需要付出的这个工数啊、代价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说这个，要有合适的这种考量去做这个。做这个项目，识别项目中关键的质量要素，识别项目成功的关键质量要素，这些要素影响项目质量的关键因素，需要进行重点的关注和管理。就是质量管理的要点要做哪些，就是可以先写一些文档或者参考别的这个项目里边相关的质量管理经验，然后还有专门的这个质量管理的这种保证的计划或者。方法啊，我们那个，后续会详细的去讲解这个东西。然后确定质量管理的，然后先，然后制定这个质量管理的计划，根据这个质量的要求标准，
制定项目质量管理计划，明确质量管理的策略、方法、流程和程序，包括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质量评估和质量改进的这个内容。然后确定质量管理的组织结构，要专门的由质检组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管理跟生产管理其实这有些是共同的，就是像这个质量管理方面、控制方面，那就是共同的一样的东西。确定质量的控制和质量保证的这个方法和工具有很多，这个确保质量的就进行质量保证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统计质量控制、六西格玛、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质量审计，保证项目的质量符合要求，然后还有制定持续的质量改进计划，包括这个收集和分析项目的数据，制定改进计划，制定就是说这个质量的。出现质量问题，那我们也要进行这个质量标准的这种控制，然后如果有变更的话，也有变更管理。这个管理质量的话，这个管理质量和质量管理其实，算是这文字颠倒一下，其实含义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管理质量呢，包含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确保项目符合预期的质量。具体而言呢，管理质量包含以下这个步骤：制定质量管理计划，确定质量要求，进行质量保证，进行质量控制，这个采取持续的措施进行质量改进。质量的规划控制管理呢，我们要编制质量管理计划。就是有些东西吧，就需要落实到文字上面。有时候虽然说，这些理论的东西的话，大家一学一看，好像就明白。然后，比如要制定计划，是质量保证啊，控制质量啊，这些落到文字上的东西，这里还并不详实，需要这个制定更加严格的、更加可以执行的这个计划步骤，这样才能确保这个最终的质量，就是说质量进行监督。就是你每次去进行质量管理，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就是采取这个质量这个参数啊，各种这个对这个进度里面的这个质量进行把控啊，审核啊这些，这样的一些，就是特像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是说，它是通过这个最终的单体测试、结合测试这个综合测试来保障的。所以说这个，就说其他的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你需要先做出这个质量管理之中的这个标准这个内容，然后注意去核对，然后做出这个检查一览，然后逐点去检查。打工，就是最后能保证这个项目质量。行，关于这个这期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讲解这个资源管理。